由香港亞洲展覽集團有限公司舉辦的第二十一屆香港冬季購物節、第二十一屆香港冬日美食節、第二十三屆香港家居潮流博覽2023同埋數碼生活及奢品博覽2023，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 David， 大家好。喺度啦，好開心，今日有另一位嘉賓司儀陪住我喎。係啊 ，Hello David。大家好，我是余思婷婷婷啊。咁今年巡旅咧都有好多不同的展品啊，喺一号馆入边咧就有名牌嘅家品家电啦，室内设计服务同家私，仲有好多不同嘅美容精品同服装，同埋最新潮嘅电子产品同奢品啊。冇錯，去到我哋三號館嘅冬日美食節，都有好多唔同嘅展區，除咗日韓台美食，仲有深融海味同埋美酒等緊大家嘅喎。見到台下嘅你哋拎住一袋二袋，就知道你哋嘅收穫係好豐富噶。行咗咁耐，不如坐低睇下表演咯。咁既然有表演嘅話，當然有表演嘉賓啦。咁今日我哋嘅表演嘉賓係邊個啊？今日嘅嘉賓係啦，大家都知道，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唱得又演得嘅師弟啦。佢近排嗰套《香港人在北京》咧，更加成為城中嘅熱話。係啊，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嗰套《香港人在北京》噶，因為講翻故事嘅主角同埋好多嘅年輕人點樣喺文創園啦去追求自己嘅理想，非常之熱血啦。同一時間都見到佢台下啲粉絲都係好熱情噶，係嘛？所以事不宜遲啦，有請我哋今日嘅表演嘉賓陳子鵬。Hello， 大家好。哇，呢度好大個台。Hi。Hello， 子鵬你好啊。係，你好 ，Jerry。係啊，今日就平安夜啦，聽日就係聖誕節啦。今日同咁多嘅 fans 喺埋一齊，有咩嘅説話同佢哋講咧？好開心啊！首先多謝大會邀請我嚟啦，今日就可以同大家喺呢個冬季購物節嗰度一齊玩，一齊開心，打俾掌聲我得唔得啊？我見大家都好精神爽利啊！希望大家一間可以買多啲嘢啊，玩得盡興啲。但我都知道啦，你準備咗份禮物送俾佢哋，就係準備咗一首歌啦。呢首歌係咩歌呢？係大家最近有冇睇《香港人在北京》啊？係啦，咁呢首歌咧就係今日聖誕節啦，當然都會送俾大家嘅。咁啊，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啦。好，我哋將時間交俾展鵬，我哋一齊欣賞展鵬嘅演出啦。送俾大家，盡情唱 ，Thank you。Hello， 你哋好。Hi。我要能振翅，能高飛，飛過那些高牆。我要能投奔天空，漫遊雲彩上。青春中有理想，要理想能满年有梦想，沿途路线庆幸面前能遇上，尽情想，尽情想，面对风浪仍努力的唱，一起走上光明前路，照亮你的理想，一起去原你自己方向，目标永不退场，继续向悬崖踏上，得这世界欣赏。Hello， Hi。 我要能远去，能出走，找到我的主场。我要能投奔天空，激情能闪亮，青春总有理想，要理想能君年有梦想，沿途路线庆幸面前能遇上，尽情想，尽情想，面对风浪仍努力的唱，一起走上光明照亮你的理想，一起去，尽情去吧，愿你自己放下目标，永不退场，继续向悬崖踏上，得这世界欣赏，若在这刻并没怕掌，不需背心如滔滔，就在这刻仍留在想，再便要记住那欣赏。
唱，共你可尽情，以后一直唱，一起走上光明前路，照亮你的理想。一起去尽情去吧，愿你自己方向，目标永不退场，继续向悬崖踏上，让这世界欣赏。青春未落想象。Thank you， 送俾大家尽情唱，亦都同大家讲声平安日快乐。好開心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見面，大家也有看過香港人在北京啦，今天接下來又差不多又要頒獎典禮了，大家如果有看的話，當然可以支持在這套劇啦，又或者喜歡我演的徐港人呢都可以投我一票的，多謝大家。好，再一次唔該曬展鵬為我哋帶嚟呢首咁好聽《香港人在北京》嘅主題曲《盡情唱》啦，咁好開心啊！今日可以同展鵬唱歌啦，同埋做戲啦，都係非常之厲害喎，展鵬你。多謝。